我现在没办法想那么多。如果没有疫情的话，我现在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。大家好，我是梁乃文，我现在在拍摄明朝封面的现场，然后听说有些歌迷想要问我问题，就对了。对。没有，看电视。有啦，其实就是，还是保持运动，然后突然间煮饭的时间变多了。所以之前可能一天不会帮自己煮三餐，可是有时候已经开始都煮到三餐了。所谓的第三级警戒的时候，最大的乐趣就是去超市，也只剩下这一些。因为我是一个贪吃鬼，但是我早就不太爱吃甜的，然后我也不太吃零食，但是有一两样我觉得勉强 OK， 稍微没有太过分，我猜的啦。譬如说鱿鱼丝，对。然后我不喜欢吃甜的，所以没尝。笋豆，就是新东阳会卖的那种，一颗一颗，还不错，真的还不错。嗯，还有坚果。哦，坚果好。然后还有干果。干果好。因为我本人已经经过两次类似第三级的状况，所以过去这一年半，我有半年几乎都是一个人跟我自己在家相处，所以我都看完了。一开始就是喜欢看嘛，后面就根本就是随便挑一个东西放在那边，然后自己就去煮东西了，去洗衣服，去运动，对啊。我喜欢科幻片跟时代片。你会看恐怖片吗？绝对不会，那是唯一我不愿意看的。我其实不喜欢那种被吓到的感觉，我比较喜欢惊悚片，有很多血啊什么的我都 OK， 但是就不能是鬼片。惊悚片接近恐怖片的有一些我也 OK。基本上最爱的真的是科幻跟时代跟就是 fantasy 这些东西，超爱的。我现在没办法想那么多，如果没有疫情的话，我现在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不戴口罩运动。我没有太多要求，就这样而已。不会。那很多朋友找你去 KTV， 然后被公唱歌的话，你会怎么反应？看心情跟看我喝多少，就是喝到我不介意，可是平常我本来就不喜欢去，所以通常去的话一定是有人逼我，或者是什么特殊的状况，生日啊等等之类。我自己最常去的原因是因为要去试歌，几乎没有。当然后面这几张专辑比较不算，是因为疫情就发生了，就是比较难有机会去做一些表演。但是前面五张好像有一次我开演唱会就连续两个礼拜的周末，第一张唱到第三张的中间，然后第二场就是第三张的中间唱到第五张，对啊，这我蛮多歌都唱过了。因为有新专辑，而且这几年比较难表演，所以一定会有。可是我们其实也问过很多歌迷，每一个人要听的都不一样，而且不见得是新歌，所以不可能把大家都排进去，除非我把自己变得像陈升唱五个小时。运动的时候啊，在家里的话其实是就是如果我是玩健身环的话，我其实就是在听他的指令，所以没有看音乐。但是去健身房的话，健身房自己有放音乐，他们也不会管我。然后瑜伽的话，最近老师放的音乐太难听了，我请他不要再放。所以你通常都是人家听放什么就绝对不吃的话，其实是我大部分歌迷都知道，我不吃葱，他一家，所以洋葱葱我不太吃。但是我有进步啦，我从韭黄开始到慢慢一点点韭菜。养生呢，我其实因为还蛮爱吃的，所以常常跟朋友约出去吃大餐。因此平常我还蛮乖的，如果我是自己做东西的话，通常就是比较简单，然后我尽量做到一天有摄取五份蔬果，对。一天平均喝3公升的水，然后我一个礼拜，除非工作太忙的话，我会运动5天。当然，运动量大也是为了爱吃嘛，不然怎么办？最近吗？最近我最感动的瞬间就是当政府说餐厅可以开了，真的超感动。而且我跟朋友立刻去想说，哎，那之前那个什么永远都订不到那个餐厅，我们来试试看，就真的有。可以等一下跟你说。好，我们私底下说。生命中不可缺少的，我自己，没有我自己就什么都不需要了。其实还蛮实际的，就是会碎碎念一下，但是我相信
大部分的人都知道，连自己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都没有办法了，其实也说服不了别人，可能只能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，除此之外真的没有用。就像我自己也是这样，你来劝我我也不会听，然后我会说我知道我错了，但是做不到。你知道我常常在想说，我不唱歌的话要干嘛，那我就出现一堆工作，然后都发现做不到，所以就想说最起码要唱到，我想到我接下去可以干嘛，不然就再说吧。想要看到我知道更多消息，请洽官网、FB、IG、YouTube、哎，拜拜，谢谢你们，明朝的读者们。